今天的司法委员会由大局委员金晋生主持，出席的有委员30多人。党部长自接任2年以来，改进重点业务、核心监管措施、推进执行绩效的成果，提出了报告。司法委员曹百川进行发言，对行贿自首可以减免执行的做法，认为会使行贿失败的人加钱报复，会产生对公务员过分没有保障的犹豫。他会请司法业务改善。叶世秋委员指出，最近李奇泰杀女，丁兆满杀妻，是人伦的大不幸，希望司法行政部谨慎严办，以纠正社会风气。公警服务委员也在会中发了言。